不是我亲妹妹了啊？咋的了？妈呀，累得我喘不上气儿。不是，咱妈临去旅游的时候教你啥任务，你忘了？锻炼身体，提高身体素质。知道还偷懒，站起！哎呀，看回来了。那个大米啊，啊，到点了，吃饭吧。吃啥饭啊？没工夫做呢，累死了。你看。不是，这干什么玩意儿？这不做饭就光玩啊？什么玩意儿玩啊，爸呀？这怎么能剩玩呢？因为我妈去旅游之前，你忘了交给你啥任务了？不是让咱们家那个减肥健身吗？对呀，这任务是不是给咱们全家人下的？啊，那你咋不锻炼呢？嗷嗷的扯着嗓子在那喊啥呢？爸爸，这个时候就不要跟我攀比了好吗？为啥呀？我这怀孕的，我这种活动我参加不了啊。就算你怀孕了啊，你们家钱顺芳也怀孕了，他咋不练呢？爸爸，我告诉你，我对我们家钱顺芳下手那更狠。我告诉你，我每天给他规定的啊，必须跑30000步。早上3点多撩出去的，晚上5点多我一看，耶，还没回来呢，于是我就打了个电话，到沟帮子了。你就听听你干这事儿，把你老公都弄沟帮子上去了，你打算把你爹弄哪去啊？哎呀，爸，大姐，别坐着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行，那我坐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妈，怎么回事？这腰不大得劲儿，我就练的少，就练去吧。就不能你这么折腾你爸爸。哎呀，能不能听点话，好好锻炼锻炼呢？你俺家钱顺芳没事就说。说啥了？哎呀，我就怕呀，怕这个孩子万一长得像你们家人是咋整？你看你爸这体型，你妈这体型，你大姐这体型，我怀疑你家是不是有老窝瓜基因呢？哎爸，你说这孩子万一长得像个窝，使劲拍，拍也没用，我都听见了。你把痱子吐出来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回来了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哎呀我的天，哎呀，哎，你怎么跑沟帮子去了？媳妇儿啊，我寻思反正也是跑，既然都跑那么远了，我干脆给你带个烧鸡回来。表现的，你看，哎呀，表现不错啊。哎呀，媳妇儿啊，你还别说。这名牌烧鸡是不一样，是吧？我造了一个啊，给你们俩带回来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爸呀，我就不明白了。嗯，你说在咱们家，就我钱顺风这小体型，啊，我这也不胖啊，你为啥非要让我减肥呢？让我跑这一天30000步干啥玩意儿？主要是怕我们家的老窝瓜基因传染给你。不能。谢，能。万一你俩生的孩子长得像个窝瓜呢？爸呀，你是不是听我们两口子在屋里说话了？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？我快70的人了，我听你们年轻轻小两口说悄悄话啊？不过你后边说那句你爸挺善良还是挺有道理的。爸爸，爸呀，俺两口子那开玩笑呢啊。不是，你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？啊，是不是？怎么的了？啊，这哪是开玩笑的事儿 啊！你看我们家是窝瓜，你们家是土豆，这一嫁接，将来他生那孩子不生出来就是个小瘪茄子吗？哎呀，别唠这些了，我看看你到今儿跑多少步来。别看了，来我看。哎呀，够了，还有计步器呢。哎呀，个十，15000啊？不是，哎呀，怎么才跑15000呢？还有15000呢，吃了跑去。媳妇儿啊，你这两天让我跑的我膝盖疼，锻炼懂吗？跑去。那要这么的，我拿哑铃行吗？我拿杠铃，我给它补上。行，练吧。我看行。哎呦，还有腿疼死了。这俩哑铃啊，这不行啊，这哪行啊？我一个大男子汉，我整天练健美，我用这个。那你用啥呀？那你练啥？我用我专用的，我用这个。哎呀，我。我天哪！你要练这个？那别闹，你撑着。顺风，我跟你说，我举这个，我就不用跑步了啊！不，别哎呀，放心吧，没事。行吧你？哎呦我天哪！哎啊！呀！我哎呀！爸，哎，看家钱顺风吧。哎呦我天，我都没发现你有这实力。哎呦我天，顺风哥，哎呀呀，顺风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！
哎，不是，你帮我拿着啊。哎，哎，张总啊，啊，怎么在开会啊？不是，我今天开不了会啊，我在锻炼身体呢。啊，那行，我一会儿到。好的，好的，来给我吧。哎呀，哎，别坐了。看见没？你都把你老公逼得弄虚作假了。你可真行，钱师傅，弄个假的糊弄我是吧？我天天让你锻炼身体，我是害你的是吧？不是，媳妇儿，你这两天让我跑的腿疼，所以我才做了个假的。我这，爸，你跟他说说，别跑了，行不？师傅，赶紧出去给我跑去，别说没有用的。他那什么，那个，爸不能让你膝盖这么疼。是，师傅，那什么啊？不是干啥呀？爸只能助你这一臂之力了。你让我拄着呀？那个世峰啊，哎，这回别往沟帮子方向跑了，往锦州那片去一去啊，这边带点串回来，不要紫盐，不要辣椒面，加油！哎呀，哎呀，走了，哥。哎，你这，你现在，来，我给你做了点面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又咋了？哎呀，腰扭了。哎呀，不行！你看这腰肯定是坐下毛病。没事，爸，没事，你来吧，我给你看看吧，给你搓点药吧。爸，先，爸，你吃饭吧，我没事啊。吃啥饭？你也吃到位。哎呀，我。这里好美呀！我的眼前仿佛是一条银河，银河旁边。还有好多好多的星星，不灵不灵的。这位大爷，请问你是谁呀？不好意思，我是你爸。哦，是爸爸呀。嗯。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爸，你手里端的啥呀？这是面条。不是，这面条这玩意儿，这热量这么高，你怎么能吃面条呢？好吃。好吃我也不能吃啊！我跟你说，我都6天没吃饭了，我这不绝对不能吃。6天不吃饭那是减肥吗？那是玩命啊，孩子！不能吃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还不能吃呢？这都打吃的，你瞅瞅，一点没剩。算了，我还是回屋继续减肥去吧。我告诉你，二米粒，你要照这么整，你早晚得出事儿。我告诉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回来了，顺风。哎呀，哎呀。回来了，实在是跑不动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我看看还有几步。哎呀，肯定够了，还差2步，出去跑去。等会儿，够了。糊弄我是吧？出去跑去。哎，不跑了。哎，他没达标。达什么标？达标？谁给他规定的标准呢？我告诉你，二米粒，你就这么监督我们全家人健身的？就我妈临走的时候交代我的任务吗？你妈交代给你这个任务，是你这个意思吗？你妈是想她旅游回来看到咱们家健健康康的一家人，不是想回来看见满屋子病号。你看那个腰扭的那个饿那样，再看看这个，你这干嘛呀？这是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健身得得法，减肥得科学，那得是合理的饮食，适当的锻炼，还得多出去参加点公益活动啊！我现在就在社区参加劳动啊。不是，参加公益劳动还能减肥呢？还能减肥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小米粒，哎，把爸的衣服拿出来。来啦！让你们看看啥衣服。来了来了，来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这不燕姐那夹克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爸呀，这衣服还好意思拿呢？啊，这知道的是个夹克，不知道还以为谁家窗帘呢？你瞅瞅。哎呀妈呀！这件衣裳他俩穿正合适。行行行了，来了，你别把我衣服弄坏了，我自己穿吧。是，太大了，我这衣服我穿绝对合身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们发现没？啊，爸以前穿这件衣裳啊，穿着还挺紧的。哎，咋大了呢？不瞒你，爸现在瘦了。就这几个月，我减了30多斤。不是爸，你咋减的肥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就半年以前啊，我给咱们小区所有的老年人发出了一个倡议。什么倡议？号召大家每天在社区里边散步1个小时。哦。但在散步的同时，必须得完成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沿途发现的所有垃圾，必须得给我捡起来。就这么几个月，
现在啊，我们不但身体健康了啊，社区的环境也美了，我们还有个口号呢。什么口号？叫走起来，捡起来，让幸福小区美起来。哎呀，哎，你是这个口号是吧？太好了，不对不对，嗯。咱爸胖的连低头都够不着自己脚尖，上哪儿捡垃圾去？对呀，爸，骗我们！捡垃圾得这么捡呀，你手都够不着地。手够不着地那是过去，现在我手要够到地了怎么办？那我们就跟你一块出去散步捡垃圾去，对不？行，咱可一言为定。看好了，来，走你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向你学习，我们都是你的团队的。对对，大命令二命令小命令到，集合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捡起来，幸福小区美起来，向左转，走，走起来，捡起来，幸福小区美起来，怎么样？好嘞，那我也走，咱俩一起走啊，一二，捡起来，捡起来，你得先走后捡啊，先走后捡，来。走起来，捡起来。